然后它就会碰到耳朵。OK， 那像蛮多人在鼻子这个地方，它有蛮多黏液的。那很多黏液的状态之下，它就会卡住，就会让空气没有办法打到鼻子。OK， 所以它就可能会尽量避免会让自己过敏的食物，像有些人可能对乳制品会产生黏液，它就尽量不去。